觉得我们从来都不是花瓶，我们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而且我们也可以证明像他们证明我们是有实力的。281模拟单发故障，滑跑流露。281可以。281明白。如果国家有天需要我，我肯定是义无反顾的。一句话介绍自己。120女飞行员。第几次参加全国两会？第一次。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很激动。最期待在两会见到谁？刘洋已经见到了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强军十年国防建设。是第一次参加两会激动，还是第一次飞直升机激动？都激动。第一次开直升机什么感受？当时就想着我的动作了，没时间去感受了。到目前为止飞过几种机型？四种，小羚羊、直九、直20和直十。请说出直20的三个优点。操纵性强，机动性好，功率足。如果可以选择，你最想飞什么机型？歼20。有没有夜间飞行过？有。最怕什么？恐高。你一个飞直升机的你恐高？都有点恐高。怎么克服？往前看就好了，别往下看。为什么会选择成为飞行员？很帅。请用两个词总结军人这个身份在你心中的意义。责任，担当。有没有关注中国军号？有。我发过你们很多照片，你最喜欢哪一张？和战机合影的一张。希望你们也踊跃参军入伍，我们蓝天相见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